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我现在在等我老公回来，我也刚回来，今天跑得比较晚，刚才回来的路上跟我老公打电话，他说就是因为我也没吃饭呢，他说晚上一块儿吃吧，正好趁着孩子不在家，就我们俩今天出去吃，看等他回来看吃什么。刚才在路边买了一兜瓜子儿，还有这个栗子。待会儿等他到了，看看吃什么吧。德善，大吉，大荣你上来。我现在是问问大厨是不是我总是免费吃他家的炸鸡了？可以？那是啥？这啤酒，这个剩的。不是，行，喝这儿。这车也没也充了，行，喝这儿。啊，喝这儿了。华汇城高速城班。一个大板底拌面，一个牛肉拌面。好。这多好捏的，是吧？对呀。他这是飞唱歌。这太热了吧，坐这儿。那就热点呗。好。那就热点呗。看着。冷点儿。以后我打算叫你多出点镜，多给你点存在感。没有。那你给，你得重新做个自我介绍。本来我还打算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就像当时我带的时候，看那表情，一点都不自然。你带的时候不管去哪，不管住的有多差，你可以说你自己的名字。吃的有多不好，说自己的名字。啊，可我都觉得那是心里。你不能说你是可可。啊，我是他老公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跟你结婚吗？你吃哪一个？我吃拌面。你吃那带肉的吧，我不吃。你吃吧。我不吃，白让。我要的这个。耶，加了啊，加了。这还是你吗？你确定不吃啊？这不是都是鸡肉吗？压根儿它也不是我的。好吃不好吃？太鲜了，鲜的齁人。他这个烫鲜。干什么呢？媳妇儿，你看没看到我像燕子？豆豆啥时候回来？豆豆，我张开了双臂。明天晚上我去接。明天晚上去接他？不是，那个。那你明天晚上去接他时候，得清点早吃个饭。先去关心关心钱的事儿。还把那什么钱？你看他想吃啥、啊？你请他吃个饭呢？是不是？辛苦他两天。妈呀！妹妹呀、啊，你这是600，微信收款216元。都忘回去吧，我想明儿想早点起来的。你打算4点半起来吗？想早点起来，看起来起不来吧。我今儿都没好好的天。十几个小时，400多块钱呢，4小时嘞，给走呗，走吧。